这集视频，我们用金宝微单轨连接数码后背，看看异像素的原图。感谢奈索技术部的大力支持。在被罩式 CMOS 后背普及以前，摄影师们为数码后背操碎了心，因为像素紧的原因，画面会有红移，镜头越广，移轴越多，红移就越严重，甚至彻底失控。为了矫正红移，得到正常的色彩，我们必须给每张照片额外拍一次白板，进行 LCC。 今天我们就重现一下当时的工作流程。这台菲斯 IQ3100 没有插 CF 卡，所以我们连机拍摄。这是原图，增加两档曝光，拍摄白板，进 Capture One 做 LCC。重设白平衡，加强一点天空的蓝色，做一个渐变，压暗一点天空，100%放大，检查细节。这是调色前后的差别。感受一下一亿像素吧。这是正常曝光的原图，增加两档曝光，拍白板，进 Capture One 做 LCC。重设白平衡，去掉一点雾气，压一下高光，看着目前的光泽，16比特可不是摆设。看看各处的细节，看看调色前后的差别。再处理一张接片，最后说一下镜头，这次用的是罗敦斯德 Digron HR50，
用在尺寸为54×40毫米的后背上，视角约合135系统的32毫米。我一直比较了看看那个索尼阿尔法七二十高头的表现，再会。